我操！啊，他虽然是牙膏了，我们还是做个盐。嗯，这一次吃野顺序改一下。他这眼睛坐在这边做什么？意义在哪里？他是牙膏啊，对面打也是牙膏啊。靠腰啊！我按错了啦！完蛋！我在白痴吧？操你妈的！哦，算了，下饭了，下饭直播。我只踩一下，看有没有眼而已的，没金兵，我们要帮你。刚为什么又没有督到啊？奇怪啊！我应该先督到的啊，为什么那个强化普攻没有督到？那么上了，那突然就上了，盖伦，他杀掉他了，好，快走啊！快吃果子，再戳一下。重不及不到他，算了，还好没死，还好那个关过来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打这个吧，没错，就是安尼。盖伦，你学会了。
就是这样。给我吃好不好？我要去做大干大事。我们要去干大事。干大事之前，先干干我们的官，好不好？快死了！谁要吃龙啊？我不要去那个哦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？这些人不懂啊！我没去就不要打龙啊！这傻小。潘森有什么毛病啊？脑子不好是不是？脑子不好是不是？妈的！这什么连段？这什么连段？你跟我讲，啊，这还能杀到他？好、哦，车轮战是吧？车轮战术。啊，怎么要死的盖伦？德玛西亚。对哦，盖伦，你比我想象中有用。对哦，盖伦。哦。选哪里？紧张咯，我们的牙膏。这门应该推塔对不对？算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补给一些东西。紧张咯，牙膏。唉，不舒服的吃。A Demacian does not retreat.
极限呢、啊？没有买到吸血的，而且那个谁没有来，太白痴了。潘森没有来。轻轻枪，咚咚枪，然后我们的有断线，怎么回事？呀，我想要。想要这个东西，我想要这个东西。省省省省省。好、啊，没有要来，我要死掉了。省省省！没有要来，没关系啊。我们路过，加 buff 一下。浩然，你等等哦，你等等。我吃个蓝，没有蓝。吃个河蟹。奇怪，我这个真的是没有练好，我不能先点一呀、啊，不然先点第三招，不然那个不会嘟起来。嘿嘿嘿，叮叮一下，快点，叮叮，叮叮啦，叮叮啦，我想要买装。这里是普尼啊！哦，那我们偷学一招，鬼刀三项，再是学者可以单吃八龙，两个重击啊！但你一开始要开先开大，开大为什么？抵挡他那个 debuff。可以抵挡比较多层一点，不要一次吃到那么多层，后面的伤害就不够。
但是有一个人来帮你的话，就很好吃，很轻松。攀升给，辅助给，可以。检举中路，北七，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凯瑞，要检举你们，就是不来，要你们别吃小龙，硬要吃啊，吃到死光光。没人这样玩的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对方就是因为比较弱，所以他们拿到那些优势，开场的优势没有把握到任何东西啊。你看小龙这边让，让给他们，虽然我们有打回一点点的啊，因为我有过去嘛，打回一点点，啊，那一点点的差距，就是你放掉你也不会输很多，为什么？我把那个上路的塔皮全部吃了。还有守塔，何必呢？何必去想那个小龙？小龙就没意义。当然可以拿到两个最好，但是上路空城啊，上路放空城哎，还有机会拿到两个嘞，两座塔，就攀升就给跳去小龙，对，那我们要检举攀升才对。没错，你这个跳去小龙干什么？然后你也是，就是因为你去开大。好，